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1月13号，台北松安机场观景台哦，16:30首拍的是，哇，那个像是呢，后推哇那个公路车，来接上虎航，大家就可以准备起飞了。这架台湾虎航132，啊，如果下面干嘛咱们都我们来去观看，感谢支持。啊，一个，说的RJ190，对吧？台湾华信航空，哇塞，那不知道何时会停靠，停留在那边多久的。好了，如果下面的麻咱们都我们的一起观看片，感谢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台湾虎航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